大秦帝国第五部《铁血文明》第十三章《铁血板当自焚书令颁行之后，薛郡郡守连番向总长文氏的凤长府上书，禀报本郡孔里的种种异动迹象，请命定夺处置之法。老凤长胡无健历来谨慎敬事，每次得报都立即呈报皇城，并于次日卯时。 请皇谢书房领取皇帝批示。对于文通军孔父已经逃回故里，然未见举族在逃迹象的消息，嬴政皇帝非但没有震怒，似乎还颇感欣慰的对胡无敬道：“孔父以高爵之臣不告私逃，依法本该缉拿问罪。念儒家数代专心治学，更不知法治为何物。” 只要孔父逃国不逃乡，终归是大秦臣民，任他去了。对于孔府修筑十家壁墙藏书，而未向郡县官署上缴任何典籍的消息，嬴政皇帝也淡淡笑道：“还是那句话，只要孔父仍在故里，任他去了。”胡无敬大觉疑惑，思忖良久，终归恍然，一拱手道：“自此之后。” 焚书令与孔礼之事，老臣不再奏闻陛下，仅知如何处置了。嬴政皇帝破例一笑，没有说话。胡无敬明白者何？盖当初李斯将惊蛰大朝之意，以奏章形式正式呈报后，嬴政皇帝的朱批示，至曰可。当初帝国群臣正在奋击之时，谁也没有仔细体察其中况味。 胡静则总觉焚书令雷声大雨点小，心下多有疑惑然，然也未曾深思。今日皇帝对孔府藏书如此淡漠，实则默认了孔府藏书之事实。胡静认真追思，方才恍然明白，皇帝一开始便对焚书采取了松弛事态、制约的批示形式，已经蕴含了这种有可能的缓和。 帝国创制时，典章明白规定：命为制，令为诏。命的本意是诸侯会盟约定的条文或说辞，令的本意则是必须执行的法令。由此出发，制与诏作为皇帝批文的两种形式，其间也有区别。制相对缓和而有弹性，其实质含义是可以这样做；诏。 则是明确清楚的命令，其实质含义是必须这样做。到嬴政皇帝时期，秦政已经非常成熟，在百余年中所锤炼出的极其丰厚的大政底蕴，对繁巨国事的处置之法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之性。天下大事如此之多，君王未必总是以命令方式行事，其间必然有许许多多。 需要谨慎把握的程度区别。所谓“王言如丝，其出如伦君王言论如丝般细小，传之天下则会剧烈扩大。说的便是君王政令的谨慎性。为其如此，帝国创制之时，特意将皇帝的批示形式分作了两种：敕为松缓性批示，实施官员有酌情办理之弹性；诏。 为强制性批示，实施官员必须照办。事实上，这是中国古代最高文告形式的独特创新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正义云：“至赵三代无文，秦始有之。”说的正是这种君王文告的创制。嬴政皇帝对李斯的焚书奏章以制约批示，可以这样做。 而不是以诏曰批示必须这样做，其间分也，自有一番苦心。然则，卢生、侯生逃亡，进而犬儒案爆发，嬴政皇帝变了。变之根由在于由此而引发的两件事：一则，涉案儒生多有举发，言文通君孔父主事学宫期间，与六国老氏族多有勾连，多次参与。 六国士族公子宴会论学，曾邀诸多儒生与宴，席间每每大谈诸侯志，二则，薛君急报，孔府故里多日异常，似有举足逃乡之象。对于儒生举发，嬴政皇帝虽则不悦，却也没有如何看重，只淡淡一句道：“其实尚未有惊蛰大潮，此等书生议论，说便说了。” 然自薛郡急报之后，嬴政皇帝显然有些愤怒了。这孔父还能当真没有了法度，擅自逃国，对朕一句话没有，如今又要擅自逃乡，不做大秦臣民了。纵然如此，嬴政皇帝也还是没有大动干戈，只吩咐御史大夫冯杰派出干员到薛郡督导查勘，并未生出缉拿孔父之意。 然则未过多日，冯杰派出的御史丞发来快马密报：两名乔装成商旅的人物进入了孔府，其中一人是逃亡的卢生。目无法度，目此为甚？嬴政皇帝顿时大怒，手中的铜管大笔砸得铜案当当响，当即下令冯杰率两千马队赶赴薛郡围定孔里。 不时孔门一人走脱。冯杰走后，嬴政皇帝突自愤怒不已，连连大骂：“孔儒无法、无道、无义，勾连复辟，大为君子，枉为天下显学。”吓得远远势力的赵高大气也不敢出，骂得一阵。嬴政皇帝大喝一声：“小高子，去孔里！”赵高风一般卷出。片刻之后。 嬴政皇帝登上了赵高亲自驾驭的六马高车，在一支三百人马队护卫下，风驰电掣，飞出了咸阳。次日暮色，皇帝车马抵达薛郡时，孔里已经空荡荡了无人迹。冯杰禀报了经过，他的马队是午后时分赶到的。其实孔里一片仓促离去的狼藉，已经没有了一个人影。 经搜索查证，孔族千余人分多路全数逃亡，去向一时不明。孔府未见可疑之物。嬴政皇帝望着眼前空荡荡的庄院，冷冷笑道：“好个孔府儒家，终究与我大秦新政为敌也。彼不仁，朕何意？掀开孔府石墙。片刻之间。” 火把大起，一千甲士在薛俊营造工师指点下，开始发掘孔府内所有的新墙。不到两个时辰，十几道新墙全部推倒，然却只有数百卷农工医药种树之书，未见一卷诗书典籍。所有的人都大感意外，一时没了声息。嬴政皇帝端详一阵，突然一阵大笑道：“好！” 儒家也学会了以兵欺诈、足政、其护典之说，大为欺世也。转身下令道：“在孔府扎下行营，朕偏要看个究竟，这个孔府还有何等行骗小计？”行营堪堪扎定，李斯、姚古、胡无敬三位大臣也风尘仆仆赶到了。 雍正皇帝当即在孔府正厅小宴，一则为三位大臣洗尘，一则会商如何处置孔儒事件。薛俊郡守与冯杰先后禀报了种种情形，之后胡无敬向姚古一拱手道：“敢问廷尉，孔儒之处法，该当几桩罪行？”姚古道：“依据秦法，孔儒处法之深，前所未见。” 其一，孔父身居高爵，不辞官而擅自逃国，死罪也；其二，抗法而拒缴诗书，死罪也；其三，以古非今，故遭复辟，妄议大政，灭族之罪也；其四，裹邪举族离乡逃逆，既荒废耕田，又时通民变，灭族罪也；其五，藏匿重犯卢生。 不举发报官，连坐其罪，同死罪也。至少如此五大罪行不可饶恕。老臣敢请陛下三思。胡无尽长吁一声道：“自焚书令颁行以来，陛下苦心，老臣尽之也。然连番事态迭起，若依旧如前，半松半紧。” 只恐臣当与郡县官署，无所措手足矣。老臣复议奉承之说。李斯当即接道：“陛下未谨慎己，以制约颁行焚书令。老臣当时未尝异议也。然树欲静而风不止，我退一步，则复辟暗潮，必进百步矣。老臣之见，恐如是。” 既不能轻，亦不能缓。当立即依法处置。何也？孔儒乃儒家大旗，基于六国复辟之族，沆瀣一气，以必成复辟势力之道义大旗，灭军以斩齐为先。大将出身的冯杰立即响亮的插了一句：“臣意愿，陛下三思。” 薛俊郡守也说话了。看来，朕是错了。嬴政皇帝万般感慨的长叹了一声。朕原本只说，儒家毕竟治学流派而已，只要大秦诚心容纳，儒家必能改弦更张。毕竟，儒家也非全然没有正见。朕之不可思议者，何以这儒家？ 硬是看不到勤政好处，看不到民众安居乐业。当年孔夫子不是也曾对齐桓公驱逐四夷，大家赞叹吗？大秦一举击退匈奴，平定南越，华夏四境大安，儒家能眼睁睁看不见吗？朕想给儒家留一片宽阔的回旋之地，给了他文通君高爵，给了他。 统领天下文治的百家统领地位，想置儒家兴教兴文，汇聚百家而成就我华夏文明之盛大气象。不可思议也，不可思议也！如何这儒家能死死抱住千年之前的景田制、诸侯制不愿撒手？果真复辟，有何好处？风驰若此，亘古未闻也。 举作一时既然，帝国大臣们从来没有见过皇帝如此感慨。儒家恶癖，脸食狂而已，陛下想他作甚？冯杰高声一句。老臣之见，李斯一拱手道：儒家所以如此风痴，根本只在两处，一则。 儒家正道从来不以人民处境为根基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刑不上大夫，礼不下庶人，此之谓也。井田制也好，诸侯制也好，仁政也好，都是对世袭贵族大有好处。勤政是减手人皆有田，使奴隶脱籍而成平民，而贵族则永远失去了法外特权。 永远失去了世袭封地，秦行新政，而贵族无所得，儒家必然视秦政为恶政也。二则，儒家偏狭迂腐，恩怨之心极重，历来记仇，睚眦必报。儒家以仕途为生命之根，秦政却素来轻儒，百余年从来没有用过一个大儒。孔门第八代子慎。 在魏国行将灭亡而正道最黑之时，却做了魏国丞相，可见儒家做官从来不以该国正道是否合乎民心潮流而抉择，而只以能否给他带来特权而选择。陛下虽用儒家，却没有赋予儒家任何法外特权，故儒家之心终于勤政疏理。意思是说，儒家从来没有将勤政。 看作自家追思的正道。儒家，只牢牢记得秦政轻如的仇恨。丞相之说，老臣以为切中要害。胡无敬由衷的附议了。好，秉正皇帝断然拍案。姚古说话，此事如何处置？依法论罪，目下之要。 是搜出孔府藏书，是证据俱在。白说，冯杰大皱眉头，墙都推倒了，还能何处去查？也是，然这千万卷检测，他能都背走了？胡无敬大感疑惑。陛下，列位大人，薛俊郡守一拱手道：“臣有一想。” 孔子陵墓占地百余亩，正在孔子旧居之下。其地上地下均有石室，素不引人注意。郡守是说，书藏在墓里。冯杰大是兴奋。姚姑点头道：“孔府房屋不多，确实很难藏书。孔子冢如小山，倒真是。” 出人意料之所，李斯也有些心动了。那还说甚？老夫明日开幕。冯杰高声大气。然则觉孔子墓妥当吗？胡竟颇见犹豫。有何不当？以老夫子墓藏书便当吗？冯杰脸色顿时阴沉。战国以来。 也已有人呼孔子为学圣了，尤其齐鲁之士，更是尊孔。姚古正色道：“国事以法为重，老奉长无需多虑也。”朕意，明日，掀开孔子故居之墙，再开幕。嬴政皇帝终于拍案了。孔里之北，泗水滔滔东去，河滨。 坐落着孔子墓地，孔子死后渐渐获得了诸多敬意，但直至战国末世，仍然只是一个因复辟理念而几为天下主流遗忘的正常的大学者，并无任何神圣光环。就事、是、而论，孔子墓地得以保留并得到良好维护，并非后世儒家所宣称的诸般天命神圣所致，其真实根源。 在于儒家以人伦为本，主张礼制，所有的礼仪中又最为看重葬礼，不惜耗时、耗财、耗人生命以完成葬礼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记载，孔子葬鲁城北寺上，弟子皆服三年。三年新丧毕，向绝而去，则哭，各复尽哀，或复留，唯子干。 如与种上，凡六年，然后去。毋庸置疑，这是非常动人的师生之道。一个学派的人士自愿的耗时、耗财、耗命，全然可视作一种自由信念，与他人无涉。然则，若从当时实际想去，这种葬礼与大争之事，其余学派珍惜时光生命，以奋发效力于社会相比，距离很远很远。 若孔子达观于庄子，解葬于墨子，看重生命功效，如法家、兵家与其余诸多实用学派，孔子的墓地完全可能如同许许多多的诸子大师那样无可寻觅了。这座孔子墓地最显赫的标志，是一片各色树木汇聚的独特小树林。据说，这片树林是孔子死后各国的儒家弟子。 各植齐国之树木前来栽种的，是故树色驳杂。林间一条大道直通墓地，道口两侧是两座古朴的石阙。因了这两座石阙，石人亦称孔墓为阙里。《史记集解》引黄览对孔墓的描述是：“孔子冢去成一里，冢营百亩，冢南北。” 广十步，东西十三步，高一丈二尺。种前以灵璧为祠坛，方六尺，与地平。本无祠堂，种营中数以百数，皆异种。鲁人世事无能明其数者。墓营旁边，是孔子当年的旧居，按时人说法，叫做孔宅旧园。 种种情形可见，孔子的墓地是简朴而清幽的。至于占地百亩，在地广人稀的时代，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。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